少说这么多我的凯莉呢？你的凯莉在啊，你的凯莉还没吃饭呢。你的凯莉今天为了画这个妆容，给你们看今天凯莉的妆吧。觉得今天凯莉妆好看的宝贝飘个666，你看这两个小爱心，疯了，我都要疯了。觉得凯莉今天的妆好看的话飘个666，就是我这里有两个小爱心，然后今天这个妆画了好久，画了我将近两个小时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宝贝们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哈，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。现在直播间宝贝的话，左上角新车叔叔跟主播点点关注。是的呀，凯莉每天穿的都不一样，必须不一样啊。圣诞帽的话不好看，会把我的发型弄乱。我本来打算戴一个发箍的，可是那些发箍好旧啊，我们这边有发箍嘛，但没有适合我的，我就不戴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，现在直播间宝贝左上角新车叔叔跟主播点点关注哦。有圣诞帽发，好多现在已经出了圣诞限定的包装礼盒了，是吧？比方说喝奶茶也有圣诞限定那种包装纸杯，好好看呀！我明天要去打卡，要不要打卡星巴克？不打卡星巴克，我们去打卡一家圣诞餐厅，然后跟大家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吧。或者鹿角裤没有那个东西啊，早知道这种东西提前配备啦，算了吧，不合适，留着吧。台阶好甜是吗？谢谢我们家李大爷，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。现在直播间宝贝的话，左上角新车叔叔跟主播点点关注哦。我好怕他会提示掉下来，现在收一收他，疯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哈，现在直播间宝贝左上角，元旦穿什么？元旦啊，你这一下子问到我了，问我把我给问懵了，我都没想到元旦要穿什么。元旦的话是传统节日，穿传统一点吧，毕竟平安夜圣诞节是外国人的节日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元旦你们想凯莉穿什么？这一下问到我了。宝贝说后面的车子更好看，你是说车的后面还是后面的车？想看车的背面的话飘个一，想看凯莉背面的话飘个二，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，现在直播间宝贝左上角新车叔叔跟主播点点关注哦。哎，旗袍这个可以有哈，但是旗袍的话都是长的，你们确定要看长旗袍吗？大部分长旗袍才有那种特色啊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，现在直播间宝贝左上角新车叔叔跟主播点点关注，背面不得了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天哪，疯了我是不是？好久没有穿这么修身的衣服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，打卡凯莉新裙裙，是的呀，这个已经这不是新的，这是旧的了。要正面播的话扣个一，背面播的话扣个二，侧面播的话扣个三。交叉到肩上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交叉到肩上没看懂。